了，我已经下手了。好，我已经洗过了哈。这里边一定有几块这个肋骨，很好的肋骨，4-5块肋骨，再加一点胡萝卜。胡萝卜有维生素 A， 现在孩子都喜欢看，菜多一点没关系。很多人是不是都喜欢看电脑啊？大缺维 A 的，像好多孩子，北京很厉害，很厉害的。我们需要一些维生素补充，但是维生素 A 如果没有油脂的，没办法吸收的，是吧？OK， 很简单，水是多了一些。你所看到的这个汤哈，如果以西餐里的罗宋汤来计算的话，这个汤做起来大概需要3-4个小时，30道工序。那今天我们做这个菜不需要，40分钟就 OK 了。汤里各位所有的汤来 ，OK soup， 汤的部分是绝对不加任何调味料的，请各位记住啊，汤里加任何调味料都不叫汤，绝对不叫汤，都不叫汤。接下来我上的是蒸粒锅的部分啊，所谓层叠主食是这个叫层叠主食，不是在上面码起来叫层叠主食，请不要误解啊，这叫层叠主食。照理说是不 OK 了？我这锅叫什么锅？来，哎，普及一下，作为讲锅的高手，这是蒸粒锅，很棒，放过来哈。上面蒸一只鸡，你吃过的鸡是蒸的吗？不是，你都是煮的鸡是吧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大点声哦，很关键的，今天千万别眨眼啊，别发呆，扔到里边去了。哇！但是在里边有点浪费，那么多空间是吧？来 ，OK， 给我上这个，我来上五谷丰登，好吗？哇！拍吧。帅气。好漂亮。来拍。待会更漂亮，你们的兴奋度会在菜做好之后，你会比现在更兴奋，就跟打了荷尔蒙一样的 ，OK。所以任何人都掌控不了，刚开始抱着手的，看完菜出来都是不会那个样子的。这个菜进来的程度上哈，有南瓜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南瓜很棒的呀，这叫五谷丰登。这有紫薯哈，很漂亮，我都喜欢紫薯，紫薯更好一些，比红薯更好。有玉米。还有土豆，土豆是植物里的最好的食物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现在？难道没有问题吗？有一个问题，塞的那个紫薯，不是塞不进去的问题，这个不是问题，塞不进去多拿几块，把大象怎么装冰箱里啊？砍成块就进去了嘛，是吧？这个不叫问题，你们提的问题还是没出来，想出问题来了吗？什么问题？老师，为什么五谷那个要放在鸡上面？可以放在一起。不是放在鸡上面，放在鸡上面比较好放。放味，会不会？对，过味，会不会过味？哎，这位美女说的对，你们有什么会串味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什么材质？没有毛细孔。哈哈。锅没毛细孔。好多人都是。还有一个问题。我不能说乱讲。鸡的油会不会掉下来的汤里面 ？OK， 那太好了。Good question， 这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要的就是鸡的油掉在汤里。对。我就是要鸡的油。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它不是问题。鸡的油一定会掉在汤里，恰恰罗宋汤上面飘的油就是鸡油。啊。OK。掌声在哪里？哇！所有菜式的设计哈。我 OK， 还没完，你给我那个菜，我还可以多塞一点啊。你们要不要尝一下？要。我们评选吧，今天评选10位，好吧？好。表现最好的学员可以尝菜，不是所有人都吃得到菜的，肯定不是所有人吃的，只有10位能评。副桌员看谁表现的积极，掌声回答问题，挑出10个来尝菜哈，我来教他怎么比赛。当然，这肯定不是我挑了，我不想得罪你们，让你们自己，我就你挑吧。挑完以后，你们下次不让我来了哈。OK。塞了一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准备了很多，塞不进去了哈。哎呀，今天这不一样哦，哇！你要吃过这么蒸出来的菜？为什么把它切那么大块？可以再切得小一点，不是没有为什么，是他切的人切大了。No why， 这不是我切的 ，OK。你问了很多，这个不知道，我切就没那么大块。不是啦，
老师请问那个 okay, 谢谢老师请问哪有那么多问题很多啊，你问了一个那个很有问题的问题难道这就 over 了吗？它并不 over 哈，上面盖在上还有这一个米饭，来这个米饭过来哈，这个选了台湾最好的米，我选的米是最好的 OK come on， 我用米呢放一点水，水少了再要点水，再给我点点水啊，这里有 OK 不要的，煮饭这不是高手了，米饭是蒸出来的，听说过吗？把米蒸出来的，我要讲的是哈，你不要着急拍，你这样拍没效果的，等到做好了摆着跟你们谈。好，我们在北京做的菜摆着发到朋友圈，锅就卖出去了。哇 OK 等会儿哈，问题在这里，米饭所有五星级酒店的米饭都不是煮的，都是蒸出来吃的，请记下来，请搞清楚，说你活了这么大还搞不清楚米饭是怎么吃的，真的是一粒一粒吃的一口一口吃的 OK 我们把这个米饭里边哈放上来，往里一放就 OK 了。老师水的比例大概是这么多米哈，一斤半米多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你可以不用这个，我做的时候还可以概念在哪里呢，想让这个米更好吃，小麦胚芽油丢个五六粒扔进去，小麦胚芽油扔到里边盖上锅，煮出来的米粒都是油亮油亮的。可以大橄榄油吗？也可以橄榄油。小麦胚芽油行吗？我还没有。小麦，不要用橄榄油，橄榄油我会，小麦胚芽油它没味道。那里面是什么？哪里面？你们说这是什么？胡萝卜。你们说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胡萝卜，胡萝卜。Okay, 正方要用锅 ，OK，OK。老师，这里有小麦胚芽油。那就扔两粒。给你五粒 ，OK， 好、啊，那个伙伴给你，很棒。哎呦，这伙伴这么棒！那我看那，你一定要尝这个米饭。哎，这个米饭熟的时候是跳着舞出来的。哇，出来的。哎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是讲课的水准哈。讲课时候不用，我这是有意放的。不用翻过来，因为多了就翻过来，就这样的。我是有意放成这样子，我不是，我做菜不会出错的。这个锅我闭着眼睛都能做，我做了3000遍了。哇！就跟李医生动手术一样。我跟大家说，你要不是我不没法站在这个舞台上，用多少水放多少，不用你讲，我都知道的，对吧？哪个锅包括它出来的程序是怎么样，我都可以给你讲出来。没别的，就做得多吗？阿令就是熟练工种，他不是什么技术工种。OK。给火哈，这个炉子好像我要大火，这个炉子够吗？大火哈，皇后锅呢它导热性能特别好 ，OK， 它的材料是18:8的不锈镍铬合金，18:8，中间还加了有什么？中间加了什么？有纯铝 ，pure aluminum alloy， 还有铝合金哈。这些部分铝和纯铝都是导热性能非常好的，而像在我们带的锅体的表面，好，来看不好，很关键呢、哦。这懂锅呀、啊，是吧？对。我先做的红烧，再跟你们讲吧。你们的大脑容量一定要够的，姐。好。不够就爆了。OK， 好。这个起来之后呢，我接下一个菜，嗯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下一个菜的部分，哦。三层锅。我用了一个三层锅具给大家来做呢，今天就做一道红烧肉。哇 ！OK， 红烧肉哈，这红烧肉来，各位这红烧肉可以拍一下哈，这红烧肉是蛮有点拼肥了哈，但是很好，我拼肥一点没什么不好的，待会儿要发生一件奇迹般的事情哈，料酒 OK 了吗？料酒 ，Oh my god， 料酒没有哈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我要的调味料都不是到位的，我只用干杯来做，料酒。料理就料酒啊，料理就料酒啊。OK， 来，我们这个肉的部分哈，这个肉质部分还是蛮稍微有点肥了哈，但是没关系，肥的话，一般的红烧肉我不需要腌制，无需腌制，不需要拿来腌制，也不需要用水、用油都不需要，直接就开始做红烧肉，直接就做了哈。因为是对领导人讲锅，我会讲得更细一些哈，但讲不会等讲得这么细了。来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放在里面哈、哦。那我们来展示它的部分，怎么来展示调味料的部分呢？
调味料的部分都打开的，但我一般会这里跟大家讲呢，录音部分不一定往外传，今天不是买到我所需要的调味料，这是老抽哈，老抽是来干嘛的？老抽是调色的，调色部分，老抽一般部分不要太多，半干杯的老抽就 OK 了，半干杯老抽就可以了，老抽太多，老抽太多菜是很黑的，菜的色泽不好，菜要讲卖相哈、啊，菜中的色香味俱全，一般开饭馆人不讲色香味，他讲卖相要好，菜卖相就看起来好看叫卖相，这个菜看完有食欲就叫卖相。OK， 打开生抽，生抽部分哈、啊、，OK， 生抽部分我是要用一干杯的生抽的，生抽是调味的部分，经典生抽 ，OK。然后呢，我还用料酒，料酒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气味的哈。我要一干杯，用黄酒代替，味道会差一点点，它绝对不会有料酒的口感好。料酒，王志喝的料酒啊 ，OK， 王志喝料酒。然后我还有冰糖，哎呦，我要冰糖呢，怎么会买白糖呢？这是冰糖吗？这是冰糖。白糖绝对不可以的哈，买要一块一块的那个冰糖。Oh no。冰糖有白的呀，为什么大块的？你们确认不是白糖哈？不是。No， 我要大块的。哦，大块的。所以这个买的就是不对的，我不能保证这个做出来会把锅烧糊了。哦。冰糖绝对不会。有冰糖吗？哇，因为这是概念了哈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什么概念？大陆和台湾差别这么大，实在太大了哈！哇，这个冰糖的概念那么大，白糖就叫白糖，冰糖就叫冰糖，绝对不能用白糖做，小链那个我扔到里边去，做出来都是糊的，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冰糖。粗和细都是一样的吗？你们确认哈？我没做过，住糊了都你们的事儿。你解决没用，锅砸了，不是解决的问题。他加多少？大概一般那种小块冰糖呢，有五六块就 OK。我问咱冰糖起到什么作用？调味，对，提它的亮度的，把亮度提升的，把亮度提升是很重要的。一个红烧肉，我要来大家讲哈，大家安静听我讲，红烧肉带多的调味料可以放吗？不可以放。精酿尝口感，我这菜就做出来，你一尝口感。我做这个红烧肉哈，我跟大家讲，我有一次做跟一个老板讲，他就是红烧肉的高手，我一做他一尝了一块 ，OK 了，黄老师不用做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了一下我车能装几套锅，你给我搬下去。我给他搬了十套锅，只是做了一个红烧肉。那场聚会准备那么多菜，一尝一块红烧肉，他车里就装了十套锅走。在大陆是76000的营业额，相当你们20几万30万多的台币营业额，十分钟就在这个红烧肉是最地道的卖锅菜，卖锅菜不是卖国菜，卖锅的菜。想卖锅吗？这个锅就是最好的卖锅菜。真正的吃货这里边是不加别的，加什么葱姜蒜大料，那不叫红烧肉。来，掌声，应该鼓一下掌哦。OK， 我要澄清一下哈，叫中国地地道道的菜式。OK， 好吧。好。大家很多人是要吃红烧肉的，他是需要吃红烧肉的哦。OK， 这个还没有开锅哈，还没开火。用火的话，红烧的话用中火就 OK 了。黄火和它导热性能会特别好。哎，跟你们平时听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是。有不一样吗？有点。有点吗？对，有点。哪不一样？大。我们都用很小的火。很小的火。中小。来，黄火怎么用的？食材多用大火，食材少用小火，食材糊了关火。有问题吗？